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豆啊。在100公里，我们就能到莫斯科了。然后进城之前先吃一顿快餐啊，快速的点了一个汉堡王。这个汉堡好像很大的样子，很大，哇，手都拿不下。我来看一下，是吧？这个汉堡王是，它是真的汉堡王。哎，汉堡王没有制裁俄罗斯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名字还是汉堡王 ，Hamburg King。对，哇，真的很大，真的，你放在脸上看看。这个是辣的、啊、他说是这个，我这是我吃过最大的汉堡王汉堡了，一个汉堡，然后是虾鱿鱼圈，然后这是个芝士丸，还有薯条。哦，薯条他没给我拌，他说是麻辣的、嗯、然后一杯拿铁，一杯美式，价格倒也是不贵哦，不贵，我说是吧，你消费还是蛮低的，好狼狈啊，你吃了这个、嗯，然后吃完的话，我们去那个给车洗个澡，刷一下车，干干净净的。我们要把车开到那个红场去嘛。这是球，嗯，这个还行。好吃吗？这里面有蘑菇。对对对，有蘑菇，有蘑菇。这一个我感觉我们两个人都够吃的。辣味薯条，我自己给它拌了一下，看看辣不辣。在他们这里就没吃到过辣的，不辣，这蛮好吃的。你这个虾也好吃，就我这个，肉是那种紧致的。我们找了个地方洗车，在莫斯科郊区的。我这个车大，他说80块钱，对，人民币。哎，我记得我们之前 SUV 在这里洗，500卢布嘛，对，也是50块钱，只洗外面。嗯，我再待会儿我再问他加一点水吧。它这里的都还能停进去，还好。我特地找了一个大车能洗的一个地方。嗯、小哥也是第一次看到中国车，拍照，发朋友圈。主要是之前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遇到那个下雨天嘛，然后大车开过，一车的你。这只猫是鳌拜啊，它是。这只猫帅啊。他肯定也想我们怎么把这个车造了这么脏。这个80块钱还是花的挺值的啊、哦！小哥把我这个轮毂里面的泥都给洗掉了，刷了一些泡沫。这个轮毂里面超脏的，都是泥垢。这个猫吧，看起来手上至少有3条狗命，好凶残长的。这个车好像一个蛋糕啊，汽车模型的蛋糕。我不仅喜欢看采蘑菇，我也喜欢看修马蹄、牛蹄，然后洗车洗车没有，洗地毯都非常治愈。终于可以好好把我们这个玻璃给擦一下了，我们的车难得这么干净，发光了，发亮了。Китай роботы моют или люди автомобили？都有的。Жень, по ходу воды надо бак иметь. 有机器人，也有人。啊，есть люди, есть люди. Куда, куда? Да. Вода нужна вам, да? Куда, куда вам наливать? 等一下，当心东西掉啊！啊，真的好干净啊！除了车出厂之外，没有这么干净过。晚上，晚上。OK。他喝了一口，他说可以喝。哈哈哈。晚上喝了。嗯。直接能喝。嗯。那就是很干净的，不是那种中水什么的。好，我知道。嗯，知道。
Yes. 那我洗的拿水管了，我把水管放过去。他轮胎也洗了一下吗？轮胎他轮毂洗的。这么黑，这么就是外面这么黑。这80块钱花的超值。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们出厂之外没有这么干净过。我们在国内也是敷衍洗一下，让他们，因为不好洗他们这个大车的。我跟他说一下大概有多少升。导哥好像真的是播音员，开三个手机，我的手机谷歌，然后这个手机是百度，那个手机是下载他们俄罗斯的那个离线地图，最好用的就是这个离线地图。你看这完全动不了。靠近红场周边的时候，感觉信号都没有了。对，我那个定位都不准。百度要比谷歌要好一口气，但是也不好用了。百度现在也完全没信号了。动都不动了。所以他们你看哈佛啊吉利啊涂装成他们那个黄色，然后再换上他们那个车牌，它就是好看的。对，你们他们出租车是哈佛啊，很多哈佛吉利啊，还有起亚的，就各种都有。我们现在在中间等着掉头，然后两边的车流真的好大，车都在晃。到了莫斯科立马就觉得豪车多了是吧。但是我这回来跟前两年比，真的觉得国产车多了好多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奇瑞，然后力帆，然后吉利、哈佛，还有哪些什么？特别是哈佛很多，然后我觉得吉利是最多的，我一路上看到的。查一下这个小面包来下，前面那个克里姆林宫，那里有个桥。对，有个桥。我们现在是瞎开，它定位是乱飘的，我们只能瞎开，但是开着开着好像开到红场边上了。对，只能到时候找个位置停车。对，它显示让你怎么开的？哪里显示啊？没有显示，它都不动的。你这条路是往前的还是往旁边的？我只能往这样子走。前面这个就是吉利的出租车，你看这怎么开呢？前面的教堂还挺美的。现在在漫无目的的莫斯科市区里面开。我想走了，不想在这待着了。走远一点，走到大型停车场待着。没信号，我这根本就寸步难行。它能导航出路线，就是没办法定位到我车在哪个地方。当心下面有个东西，轨道啊，私家车啊，工程车挤在一起啊。今天真的要把我饿扁了。现在几点钟啊？现在是快10点钟了，我饿的脚都有点软了。早上我们吃了汉堡王之后，汉堡王吃还比较早的，因为我们想早点吃，早点吃完就到那个拍熊的地方。拍熊的过程是很快的，拍完之后我们是把那个小姐姐送到她家里，然后我们就想去红场跟那个红场那个合影嘛。对，车跟红场合影。但我们就在那个市区里面绕啊绕，各种导航各种不行，它这个 GPS 定位不了，就是说 GPS 北斗都不行。就在那个市区里面绕着开车，开了几个小时，等于后来开出来的时候又堵车，大堵车。对。要开出来一点才能用这个 GPS。哎呦，做好了已经。弄点煎饺吃，然后三文鱼之前超市买的。迅速的把饺子吃完了，看看这个三文鱼好不好吃啊？它这种是不能生吃的。没什么味道。那这一片只有150克，400多卢布，
他说三十多块钱。真的啊，吃了一股鱼味，腥气的味道，有点分不下来。我们放出来的电都用不完，所以这几次做饭都是用电锅。对，能省一点气罐。嗯，现在俄罗斯气罐好贵啊，我记得以前七八块钱一瓶，现在十几块钱一瓶。明天去超市看看。不好吃啊。哇，兴致足足的，想着一股油脂的味道，咸的，腌制过的，咸鱼你知道吧？一点那种油脂的香气都没有。你吃吧。看着也没有油脂啊，这可以配米饭吃，姐妹。是的，没吃饱。今天这么一转，害得我餐厅都没去吃。我本来想去吃一个米其林餐厅的。真是委屈你了，前辈，太委屈了。做导航实在太难弄了。我又搞了点牛奶和水果。